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呢，这个话题是近几十年来呀，非常热门，也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啊。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啊。大家争论了几十年，那么谁也不能说服不了谁。某种程度上讲呢，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就是大家所交流交通的这个东西啊。的定义或者概念这个范围，有交叉，有不同的地方啊，这样呢就会有争议嘛，有争论。其实呢，近几十年来也没有个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大家呢，一方面啊名不正言不顺啊，定义不清啊，模糊边界转移概念；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这个真相呢也不太了解啊，甚至于。被误导，那么造成了一些分歧争论，到了最后呢，就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啊，谁也说服不了谁。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谁也下不出这个结论来，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就是一地鸡毛啊。赞成的呢，纯粹为了赞成而赞成啊，不讲那一些，不讲基本的逻辑和基本的思维啊，不事实啊，片面的强调赞成的这方面的因素进行无限化啊，放大无限缩小。那反对的呢，也纯粹为了反对而反对啊，只要我就是为了反对你讲其他的，我不跟你讲逻辑，你讲的事实，那哪有事实呢？啊，因为由于不懂、不清楚、不了解。某种程度上讲嘛，都是在不懂装懂，所以呢，不会有一个结论。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给大家展现一个真相啊，让大家自己去印证。那么也就是说呢，给大家一个平等的机会去接触到这样一个事实啊，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个选择。那么言归正传，我们首先呢，也是先来进行一些概念上的澄清啊，概念上的描述。首先呢，就所谓的基因，基因呢，原意呢，就是指最基本的信息单位啊，特指啊这个 DNA 上的啊，组成 DNA 的最基本的单位。因为 DNA 本身就是一个承载信息的所谓的有机物架构啊，或者一个结构。那么 DNA 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啊，生命科学家大概在100年前吧，大概啊可能不到。那么对这个生命体啊进行研究的时候呢，发现所有的生命呢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而所有生命的细胞都有个细胞核。那么细胞核里呢有一个有一堆啊这个有机物。但是呢再去研究，由于显微镜的发现，发明，那么就发现呢这一堆有机物是它是有序排列的。那么基本架构呢叫双螺旋结构，实际上呢双螺旋结构。是由于细胞液，也就是说血液啊流动，所造成冲击形成的，那么随机堆放的啊，说很稳定的结构。简单的说，我们现在有些地方有些人啊，可能接触到了所谓的软体。软体呢有两条主索，中间有横的这个隔索啊，那么软体嘛，就是绳子梯子，那么你可以去踩着啊上下的，那么它其实呢是一个平行的。那由于这个细胞液、血液的流动啊，或者说是这个植物的这个植物液，也其实也是血液的流动冲击啊，因为你细胞核也要接触，也要进行修复啊，甚至你分裂的时候要复制的，要分裂细胞的时候也要复制的嘛，所以那个地方也要供给上那个所谓的血液啊，或者细胞液呢，一定要达到那个地方，那就会有流动，流动呢就会把这样一个软体结构呢随机的变形啊，形成所谓的螺旋结构最稳定的。其实软体型结构就是最稳定的，因为两条锁中间有连接啊。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很稳定的结构，稳定到什么样子呢？不仅仅是结构上的稳定，还有化学性质上的稳定，所以呢叫脱氧，就是里面是没有氧分子的。因为我们身体形成的蛋白质啊。就是这个普通的蛋白质，细胞架构啊，等等啊，细胞膜啊，甚至这个细胞壁啊，等等，甚至细胞器，它里面或多或少的都有氧啊，甚至于其他有机物。而这个在这个原呃这个细胞核里头的这一个有机物架构呢，里面是没有氧的，但它又不是纯粹的蛋白质架构，它有蛋白质的成分，氨基酸合成蛋白质嘛。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糖的成分，也就是脂的成分。当然，脂啊，你连成了就成了脂肪了。那么你跟这个氨基酸，交错啊，搭接啊，结合，那就形成所谓的类似于核基儿。你看不出来它是有脂肪的。严格意义上讲，它也就是几个糖分子连起来就是脂肪结构嘛。但是呢，它是跟这个氨基酸啊连成的蛋白质之间相互组成的，所以叫核糖。在核里头的糖啊，核酸就是在核里头的氨基酸。你说蛋白质呢，其实也是，它是很稳定的。为什么要排除氧呢？因为有氧在那儿呢，氧往往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说一定的辐射或达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呢，那么它就会跟这些有机物，不管是糖也好，氨基酸也好，蛋白质也好，甚至有机物碎片也好，甚至于单质的啊，那就会进行氧化反应或者化学反应啊，进行形成一定的这个爆炸啊演变，那么就会影响到结构，因为氧跟糖啊，发生氧化反应，生成二氧化碳和水，那这个结构就会被破坏。那么同样的呢，这个氧也可以跟氨基酸发生反应，发生反应生成什么呢？比较多啊，当然主要的也有二氧化碳，因为它这个氨基酸里头也有碳的。当然主要的它为什么叫氨基酸呢？它有氨啊，有氮，所以呢会形成水、二氧化碳，甚至于一些有机物碎片，含氮的有机物碎片，甚至于直接的啊所谓的这个氧化氮，甚至于还可以还原成氮气啊。所以我们血液里头有时候会检测到有氮气啊，当然这个原理呢，我在人体基本结构以及工作原理都也都跟大家做了分享，我在这就不多赘述了。那么把氧排除出这样一个有机物的架构以外呢，就是要保持这个有机物架构的绝对稳定性啊，不会受到干扰破坏。就类似于我们把易燃易爆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跟空气、跟氧气隔绝啊，免得偶然发生化学反应。因为我们生命的实际原理就是无中生有，来控制微小的分子或者原子，一个一个的进行所谓的化合反应啊，搭建架构嘛，合成蛋白质啊，或者类似于核糖核酸的啊，有氧核糖核酸的啊，那么这样一个架构，那么必然要做到这种微观级的，小于纳米级的啊，必须是无中生有，因为你要可控，在那样上要非常的精确。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人类再使用先进的工具也做不到，因为你做不到所谓那个原子级、分子级啊，比那还小的范围内去单纯的让哪两个原子或者分子核之间进行碰撞结合。那么就是连接一起来，那么周围的而不发生变化，我们达不到那个精度。我们现在用的最先进的设备，除了光刻以外啊，光刻因为它毕竟是很微小的中微子啊，我们纯粹照射还要单一光线，所谓的激光。如果是用所谓的那个精细的，你再磨的再细的啊针啊，或者什么合金啊，强度很高。那也就不是几个纳米级了啊，不是几个纳米了，那就是说成百上，千万的原子在里头，你做不到单个细胞啊去做。所以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一段呢？其实这些我在前面都跟大家做了分享，因为这个跟我们这个所谓的 DNA 的合成呢是有关系的啊，这个跟基因的合成也有关系，它必须做到这一级。所以呢，从严格意义上讲，或者说是某种程度上讲，这个 DNA 呢是神灵级、灵魂级，通过无中生有、可控微观合成啊打结才能做到的。我们现在任何的东西，你做不到哪一个，因为你周围的环境，你不可能局部在纳米级之间的这个局部的温度产生很大的变化的，不可能。我们能提供温度，能提供很小的1毫米里面的这个情况的温度跟临近的另外1毫米不发生影响的都做不到啊！你还别说是纳米级的，那真的你临近的也有氧，也有有机物，它都不反应，因为什么？它没去加速它周围的电子啊，让这个电子的轨道变大啊，所以它就不反应。你要叫哪一个反应，它就哪一个反应。
所以呢，我以前跟朋友分享的时候也讲到这一点，所谓的基因的合成啊，所谓的基因的编辑，哎，或者说 DNA 的编辑，那是神明级、灵魂级才能做的，这个没有灵魂的东西是做不到的。当然了，我们想人本身有灵魂，操纵我们的身体，我们本身是灵魂的一个工具，你再去延伸这个工具用其他的做就更做不到了。所以呢，这一些只是说我们一些臆想啊，一厢情愿的事情。当然这是题外话啊，我们今天就讲讲这个东西，就是说后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所谓的转基因嘛，怎么个转法。那么这个 DNA 呢，那就是其实呢后来科学所谓的人体科学家研究者探索者，那么就发现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库啊。其实这个信息库呢就跟我们现在的芯片原理吧类似，但是它更精细，其实是做到了比我们这个芯片还要小，因为我们芯片还是成批量的进行所谓的攻克，那也是对这个DNA 这么一个信息条或者一个芯片来对比来讲，那不是几个数量级的问题，那么那就差得远了。那么我只是说用这种这个芯片去跟大家去集成电路啊，做这个比喻，就是便于大家理解。其实呢DNA 呢组成 DNA 的基本单位就是基因，基因今天当然了还可以再细分，那就所谓的这个有机物分子的排列，当然是标准化的有机物的分子的排列啊，一定的顺序不同，方向不同啊，间隔不同，隔几个排几个都一样的东西啊，横向的纵向的，那么进行一些结合，携带什么样的信息，这一个呢其实都被灵魂呢都已经解读了。其实呢这个 DNA 的发展呢也是从最初的生命开始一级一级搭建起来的，后者后来的生命与跟原始生命啊基础上搭建的，所以大家猜疑这个 DNA 是共性的啊，一定程度上讲吧，生命啊，我们现在就是生命世界嘛，生物世界嘛，那么这个都有 DNA， 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嘛，那么 DNA 的相似程度达到 90% 以上啊，因为都是在搭建在前面的，那么越往后越复杂，所以呢那就这个越来越精细。你比如说我们人类的基因，同样是我们是人类啊，每一类物种它都有一个范围，也叫频带，你可以就说一个范围，那么多少跟多少，那么我们人类呢是 99.99% 以上啊，是一样的，不管性别男女，并且是古今往来所有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人类 DNA 从来没有相同过啊，都是不一样的。当然了 99.99% 是一样的，因为什么还有那 0.01% 的啊，不到啊，这样的范围每一个灵魂每一个个体还有自由选择权，当然尽管在这么小的范围内可选择的也都是很多的，所以我们才有自由啊，有发展的空间，我们的自由选择权都是人类已经赋予了最大的范围和最高的程度。其实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吧，其实呢这也是怎么说呢，那规则使然啊，设计者的初衷啊，也是演变的初衷，我们探索来的嘛，完了像这方面的一个演变，那么大家都是不同的。所以呢讲到这里大家应该清楚，所有的生命尽管 DNA 90% 以上相似啊，包括那个病毒细菌，病毒说没有没有 DNA， 只有 RNA， 因为我们认为它太简单了，因为它是单细胞生物啊，我们都是从那一点点搭建起来完善了有我们现在很复杂的人类的 DNA 的，一样的，它携带这个信息呢简单的说吧，因为一旦讲细了就多了啊，主要的呢用对照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语言说呢，就是一份设计图纸。你比如说我们人类怎么设计的这个构造啊，叫设计图纸。那你要把设计图纸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这个结构，那必须进行所谓的施工加工，那么里面还有加工工艺图纸啊，信息全在里头。那么你加设计按照设计图纸通过加工工艺图纸去施工搭建起来以后，那里面还有什么呢？这只是一个建造的过程，还有一个操作啊，你怎么去运作它的程序啊，信息都在里面啊。你比如说什么心脏怎么跳动啊，
大脑的记忆力的怎么准备啊，那么记录啊等等这些，其实啊，我在前面跟大家分享的，以前啊跟大家分享的人体基本结构及其工作原理都大概跟大家进行了描述，因为细节的东西呢一定要练出来再比划，你才有便于大家去理解去印证。那么现在呢，我们没这个条件，也非常遗憾。那么以后有机会呢，再跟大家去详细的分享，基本上都跟大家做了一个最大致的交代。其实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也只能是一个大概的，某种程度上讲，在我看来就是还是比较前沿的，讲细了的那很多的信息内容。我今天试着跟大家讲嘛，也是尽量的呢，跟大家多分享一些。也是深一脚浅一脚，深一步浅一步，深深浅浅，反正我觉得想到哪就跟大家分享到哪。那么就知道了，我们这个 DNA 呢，实际上一直都在这变化着。我们人类是这个样子，病毒、细菌、其他的草木、虫、树、鸟，这么多物种，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就这个数字啊很大，这么多生命体在这儿。那么 DNA 呢一直都在变，没有任何一个 DNA 啊完全一样。尽管都是人类 DNA 都各自不同，并且祖宗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以后我们的后代跟我们也会不一样，每个个体都是独立无二的，独一无二的，那么这个过程呢，生命的过程是什么？整个我们这个星球上存在了大概说四五十亿年，有生命呢大概也有几十亿吧，几十亿年吧。那么当然比四五十亿小，你说十亿也好，几亿也好，无所谓啊，因为这些现在探测手段也有问题，我们不去去那个，因为有些同有些朋友吧，愿意去刷人家文献里头怎么讲呢？那你听听就好。实际上呢，有好多东西是不准确的，因为本身检测手法，包括碳十四的探测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也不想多去牵扯到，所以这个纯粹就是个存在时间长短的问题上的问题的不同啊。那无所谓，那存在这么多了，那不是我们现在就是都数不清的生命体，那就更多了。那么都不同。那么实质是什么？就是整个生命的演变啊，从生老病死、出生啊、降生，那么其实呢，就是一个 DNA 的演变啊。那么基本原理呢，就是说 DNA 我们从父辈上一代那个地层来一套。你一定，我们生命的开始一定有现成的 DNA 已经给我们准备了。当然了，在现成的 DNA 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有一些自我选择，可选择的范围，包括性别啊，你说各方面的功能性啊，当然相差很小，那是允许的。听力啊、能力啊、智力啊等等，这些可以做选择的啊。那么就是要展现出每一个个体的不同。那么作为一个这个整体的部分呢，那就是那个样子啊，这一相同的人类的 99.99% 啊相同的。但是呢，我们演变的就是那 0.01% 不到啊，在这个范围内，其实呢基因也一直也在变化，其实基因就是多少的问题。那么用现在的说就是多少的问题，按原来的基因大个基因来说，那就是结构不同的问题。那我们前面在这方面信息也跟大家做了分享。那么这是关于这个基因啊，跟大家聊一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大概概念啊。要讲就多了啊，那要讲细啊，跟前面我跟大家做的分享最好是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再一个转基因，转基因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变化，使基因变化，转嘛，转也叫化嘛，转化基因嘛，或者叫变化基因啊。那么基因实际上本身就是变化的，但是呢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由于我们人类的存在，因为人类是处于灵长类最高端的一种生命体的存在啊，这个大家其实也感觉到了，说我们不是动物，其实我们也是动物，那么它不同，所以呢就自然而然会对这个生命的整体产生一些影响，那么就会人为的去使这些生命啊的发展演变啊按照人类的意图啊进行引导。但是呢就我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那 DNA 是神明及灵魂级做的，我们做不到。但是呢
我们可以进行引导，人为的去做。当然，这种人为的做不是现在我们所谓科学家吹的那个样子啊，他能用生物技术啊，添加剂，又是什么什么光照，要是如何如何的，那都是在噱头啊，能掩人耳目的啊，做不到的啊。人力能做的呢是什么呢？也能做到的，就是现在啊，这个反对基因食品的啊认可的一种所谓的行为，叫做杂交。其实杂交也是啊，转基因，但是呢是人为的因素在里头了啊，人为的去引导，去演变啊，去操作。那么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所谓的基因都是大概相同，那就有分类了，物种有分类啊。你基因大部分相同，但是为什么生命体这么千差万别呢？它都有一个范围。那么范围呢，自然有一定的相近的问题。你比如说人，我们人呢有确实最初的时候就是三种人：黑人、黄人和白人啊，三个起源。那今天演变到了，其实都是杂交，自然杂交。人当然也是人类的选择啊，自然爱情自由嘛，所以呢就有了这么一些发展和演变。那么这个杂交是怎么回事呢？你说在自然状态下的呢，就是在周围这个环境没有人为的去改变气候、改变环境温度，因为我们人能建房的屋内、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是不一样的，甚至于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意愿来进行调节的。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法去改变啊，去引导啊，所谓的生命的物种的一种演变。那么每一个物种相近，但是呢，如果你想繁殖啊，要进行延续后代，那只能从上一辈儿啊的基因里头拿现成的基因。那么现在我们通常呢，其实呢，不管是雌雄同株，都是有性繁殖。当然，有没有无性繁殖，其实还是有性繁殖。我在这个《生命世界的秘密》里头都跟大家做了分享，包括病毒啊，它也是啊。雌雄同体，如此而已。所以出来的就是说，所谓的新生命体的细胞里面 DNA、RNA 啊，都是现成的。新来的灵魂投射上去，只要照着解读啊，你能看懂这个图纸啊，照着它去做，你就能复制一个。完了，你要干什么，怎么去操作，都可以啊，从那里都得到信息。那生命体越复杂越升级，那么信息越多啊，实际上都是这个样子。那么你去解读，所以呢，到了人类这个地方也是，你比如说我们需要男女合作来才能生产出下一代，那么其实呢也是 DNA 的传承，你上一代肯定要有 DNA， 那怎么回事呢？那生命的开始，我在这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其实我在前面跟大家《生命世界的秘密》也都讲了，生命的开始都是从雄性、公性或者男性开始的啊，那个母性啊、雌性啊、或者女性啊，那里面灵魂是不往上投射，因为它只是给灵魂操控了一个精子以后，或者是雄蕊的花粉啊等等吧。那么雄性的啊，提供一个打造细胞分裂体、细胞分裂进行搭建身体的一个场地，提供原材料。那么当然了。那么我们今天提到转基因食品呢，不牵扯到动物性食品啊，因为动物性食品，我们以后啊，如果大家想知道，以后再聊。其实大家也知道，转基因食品呢，主要是指这植物性的，所谓的种子或者说粮食啊一类的，主要是植物的食物啊，作为人类的食物，所以叫转基因食物，通常是指植物性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这个植物性的，不管植物性的还是动物性的啊，其实都一样。那么植物呢，其实就是那个种子。那么也是要用从雄蕊来的花粉，其实里面的花粉里面那个我们对应动物叫精子啊，那个对植物叫花粉，雄性花粉、雄蕊花粉，那里面其实已经有了完整的那个原始植物的 DNA 在里面了。那么它某种程度上讲吧，就是一个细胞啊，就是生命细胞，它属于花粉。那么它要去到这个雄蕊，雄蕊连着子房嘛，就是那个不得雌蕊，雌蕊连着子房嘛，那通过那个管进入到去着床，那么这个母体就是这个上一代给这一个子房提供，它有一个这个雌蕊孢子或者说雌蕊细胞吧，或者雌蕊花粉吧，
那么，其实呢，它叫子房啊。那么在那进行着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牵扯到本体，它要跟本体连接，连本体呢要通过这个子房，或者叫花房啊，进行营养供应啊。那么这个生命体啊，拿到这个雄性的花粉，雄蕊的花粉以后，那么里面有 DNA 跟这个花房子房里头的这个所谓的染细胞进行结合，就有两条 DNA 啊，两条 DNA 呢，其实因为它同株嘛，DNA 的长度两边的这个锁啊都一样，那么就把它一分为二，各自一分为二。你比第一条是子房的 AB，那么雄蕊的啊花粉的是 CD，那么 CD 的就打开，因为操作来了，一打开一分为二。从中间啊，把这个不是说双螺旋结构嘛，两条这个 DNA 锁打开，那么把这个 AB 的这个雌性的啊也打开，进行重新组合，形成 A 系和 BD 或者 B 系啊 AD 啊 A 系等等吧，就是四种组合吧。那么形成它再怎么组合呢？因为它其实左右是对称的，哎。不管，因为它是本体嘛，同一类生命嘛，或者是十分接近。当然了，来的时候那些这个可调的部分呢，或有或没有，这根据物种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有做选择，这个植物也有，也是它才有不同性嘛。所以植物那个灵魂进去也要做一些选择，做一些调整的。哼，完了以后你拿到这个图纸啊，就从雄蕊来的拿到图纸一分为二，跟母本的就再进行合二为一，就有两套 DNA，这就是新一代的 DNA，因为是。两个部分来的重新组合，这就是新生命的 DNA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那么就在中间打建一个隔断啊，就形成两个细胞，再进行分裂。那么其实就是每个细胞的 DNA 都一样了啊。其实这一个我前面没跟大家讲吧，就是说这个DNA 呢，怎么说呢？每一个生命体的 DNA 细胞核的 DNA 都是一样的，细胞可以不同，但是 DNA 都一样。这我在《生命世界的秘密》里头也跟大家做了分享啊，因为这也牵扯到这方面，也要紧跟大家强调一下。那么就分裂打建，因为这个灵魂啊，这个新的生命拿到这个图纸，那打建就行了啊，这是生命的开始。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所谓的讲一讲这个叫杂交啊？杂交是怎么回事呢？如果在地球上自然状态化，没有人类参与的情况下，假定说没有人类，那么我们这个些植物，我们今天所谓的粮食是不存在的，就是草种子。我们今天吃的粮食就是草种子，水果那也是啊。现在大了，为什么大了呢？那都是人为的因素在里头去了。那么在这个生命的演变过程当中，自然状态的情况下，没有额外的，就靠这个灵魂自己接触那个自然环境里头的那种繁殖方式呢，那只能那个样子。因为什么？到了冬天，它要忍受低温的，哎，所以呢，我们这个地球上需要春夏秋冬的，夏天要忍受高温，其实是一样的。那么再条件合适了才能，其实那个植物的种子呢，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雄蕊的那个灵魂进去以后，它首先要进行一定的生命雏形的结构，也叫胚芽。它在制造这个东西的时候，是靠母体子房提供的糖和氨基酸营养物质堆积起来。它在把这一个东西形成一个外膜，那个种子皮，那是新灵魂啊进去再准备胚芽，再加一个，所有那些种子都有皮的，不管是什么都有皮。那个皮是新灵魂投射上的灵魂，新生命啊，准备的利用母体或者子房提供的这个糖和氨基酸合成这么一个，那么里面这些营养是不停的通过一些管道进来，堆积成形成所谓的种子。那个种子啊，皮很厚，就是自然状态下的野种子。我们今天现在外面有好多草是有种子啊，那就是粮食嘛。那么有野麦子、野稻子啊，这个当然了，没有豆子、没玉米啊，那是我们下面马上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演变。那么它要适应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那准备的没有那么所谓的粒子也不大，因为我们要作为食物，那肯定是
要越大越好，我们要解决我们的温饱问题嘛。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这个他要适应那样一个生存，所以呢是这么一个结构，他是这么操作的啊，也是这么发展的。拿到这个东西以后，先就准备胚芽，准备随时脱离母体以后，营养充分了，掉到地上有土壤了，因为你必须接触水啊、阳光啊等等温度，这合适的时候才进行继续分裂、生根、发芽、长，再长，再继续延续，再给别的灵魂啊生命提供机会，就是这么一个循环。那么通常是这个样子。那么这就存在着所谓这个繁殖问题，那就有雄蕊和雌蕊。通常情况下呢，雄蕊和雌蕊，我们现在叫雌雄同株。当然了，还有雌雄不同株的异株的。那不管是同株异株，实际上原理都一样啊，不是说同株雌雄同株的肯定就会自我授粉，不一定。尽管雄蕊啊，雌蕊在中间，雄蕊在四周，也未必就能自身完成所谓的生命转移授粉啊，就是说这个受孕开始啊，新生命开始。其他的也是雌雄同株的，哎，那它那个雄蕊啊，尽管在别的花上、在别的树上、在别的生命地上，它也会飘过来，哎，这地方就叫所谓的杂交，叫串种子了。其实呢，好多这样，这也不叫串种子，这也是正常的生命啊，一样。越能够通过异地，不再于自我繁殖，所以说不能近亲结婚啊，那反而有生命力，哎，其实呢，大部分是这样啊，但是仅限于同类，你必须处在同一种。啊，你比如说稻子只能跟稻子之间，哎，豆子只能跟豆子之间，哎，当然豆子可以有不同种，但是呢，必须是同类，但是同类未必都能成功，所以呢，那种成功率很低。你想想，从别的生命体上飘来的花粉到离我们就在嘴边上的窝边草的这个花粉，那肯定那个概率低很多嘛。但是会有了呢，就会产生种子大。结出来的果实种子大，那生活当中也有这样，但是它会结出种子会大，但是呢，它的生命力会弱，哎，可能冬天过不去就冻死了。当然了，也有残留下来的，它也能延续几年甚至几十年。那到了最后呢，最后还是归于没有。当然了，这个大家自己去观察会有，就说我们今天吃的食物，其实呢，自然状态上也有，但是呢，那么如果是这个样子，那生命一直就是这么繁殖的，就是说还是草种子、野种子啊，它也长不大。但是人类要解决自己的食物问题，要吃草种子的，那怎么办呢？就会人为的进行异花授粉，包括果树也是，果树异花授粉才能长大的嘛，甚至于同类、接近类别的都可以。那 DNA 的长度啊，那个两个锁的长度一样就可以啊。当然，同类它一样的，同类就是接近嘛，当然也有差别的。那有差别的呢，会进行突变啊，所谓的突变，因为不一样，它就指为什么会长饱满呢？因为你准备精子啊或者卵子的，就是生殖细胞的东西呢，它也需要糖和氨基酸的，你要合成DNA 的嘛，那么还要提供营养的嘛，你要消耗这些东西。由于你这个DNA 啊拿到图纸，这个图纸一看是图纸啊。但是矛盾的，我按照这个图纸，我建造不起来新生命体啊，所以呢，它就不能，就是尽管这个果实能成熟会长大，但是呢，它不能分裂这个生殖细胞，就是说不能形成胚芽，所以呢，好多现在我们这个种子，所有转基因种子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就是拿这个东西去跟别人去争论，那么它就会产生这样障碍。因为你两个这个DNA 锁一长一短，你怎么去再来了？你怎么去配呢？都配长的，那当然可能有，那就下一代；那都配短的也可以，那就是果子小。那或者对都短的果子大，反正它就是有几种组合。那么你再去在那种情况下，你再给后代去准备 DNA 繁殖的时候，那不可能的。新的灵魂往上一看，你准备的这个东西，我就不能把它发展成胚芽嘛。所以呢，就会果实长大，因为我不用消耗那些果实里头的营养了，所以它就会所谓提高产量啊，类似于很多。
那么就有这么一个过程，它就不能所谓的生育了，影响生育力，这确实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串种了嘛，因为它已经走到了物种的边界极限了。当然这种情况下在自然状态下是不存在的，就是自然环境当中你说串成这样这个样子，尽管是同类也有啊，就属于凤毛麟角，很少。尽管是存在了，它也不可能延续多少年，最多就是十年八年的以后又归于和原来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要经历各种环境，温度啊，这个湿度啊，干燥度啊等等这些东西的影响啊，它就停不过去。但是人类来了以后，它人为的，因为要增加产量啊，就搞这些东西，搞这些东西呢，就完了以后知道这个种子，你把它放在地里啊，来年它不长了，要不冻死了，要不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发芽了，嘿嘿，因为它你生命这个果实饱满了，你必须对应的适应力就差，但是人类能给它提供它需要的环境温度啊，所以呢，我们把它收起来，保存起来，严格养殖，准备做种子的啊，还要好好保存，保存不好，第二年都不能长芽了，那发芽率、出芽率都低了，那为什么没保存好嘛？所以呢，你如果把它放在田野当中，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小麦、稻子、土豆、玉米，你再放在那儿，你不收，这个物种就灭绝了。所以有好多物种是人类所谓的杂交而来的，杂交完了以后，人类是负责的，这因为它为我们服务嘛，所以还给它一个种子。其实那个种子里头的生命，那个灵魂生命已经开始了，在里面它是等待时机而已。那生命有秋天收的果实里头，那生命已经新生命在里面了，所以那叫胚芽啊，胚胎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啊，任何果实里头种子里头都有。当然了，你像苹果那果肉，果肉是给准备给种子提供营养的，其实我们那个麦子粒儿、稻粒儿，那也是准备给种子提供营养的，你它的发展的时候提供蛋白质的，那都是从先头辈儿，就是前辈儿那个地方继承来的营养，你不用再去自己去搜集了。当然了，你生根发芽了以后，种子消耗干净了，你要自己去吸收营养、吸收水分了，啊，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大家也明白了，我们现在所有所谓的人类所认为的粮食，那都不是野草种子啊，野草种子有，当然了，也有野大米啊，野生的东西，都是人类杂交来的，人为引导的，给它一个特殊的环境，把它保存下来了，和鸡一样，养鸡，动物也有啊，动物我们今天不讲，还有骡子、马、驴呢。那么就有这么一个人类所谓的杂交，这是人有了人才存在的行为，因为人就能够挪动它们嘛，就控制它们嘛。你像靠植物自己，它又没腿，那只能顺其自然，偶尔也会出现，但是叫昙花一现，出现这么一个大种子。过几年又归于阉鸡了，还它生存不下去，过来在第一年就冻死了。我说第一年没冻死，第二年出来以后又变小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人类所食用的这些粮食都是转基因来的，人类杂交来的，人为的定向选择来的，我们给它一个种子啊，延续他自己不能度过的困难时期，我们人类帮助他过去，所以他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粮食需要种植的，你像我们今天也可偷懒，种了稻子以后我吃多少收多少，完了以后留那些种子播下出，还在稻子地里，第二年就不长稻子，稻子会有一点，因为它生命力不行，冬天就完蛋了，甚至在那个环境里头它种子就也完蛋了，不是冻死，但是有环境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今天所有的粮食啊，如果你认为是转基因的，人为的杂交来的，现在呢，这个说转基因食品有害的这一派呢，说杂交不是，那就没法说了。那杂交不是，其实基因一直在转，一直在变化。那什么事呢？好，我们在后面再跟大家分享。那么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一啊，我要跟大家澄清一点，就是现在人类所有食用的粮食，如果我们不给这个粮食提供一个种子，我们再不去种植它、管理它、给它除草，它竞争不过草的，它就自己就消亡了，它也会演变回去。那个，所以呢，就不存在我们这粮食。
包括这些土豆啊、玉米啊、黄豆啊，这在自然界当中以前都没有的，有了人类以后，人类把它杂交了，所谓的转基因了，它才有了这种东西啊。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能用，因为我们一直保留的种子，我们再去种植，拿着跟爷似的啊，伺候着啊，它得给你长果实，因为我们要吃它的种子嘛。所以呢，就存在这么一个现象，而大家觉得那个粮食就是那么来的，其实我们好多东西都没有。你比如说黄豆，那都是其他的那种野豆子，粒儿很小的，人类去啊，刚开始吃那种小豆子，还连绿豆都大都没有的，绿豆算是小豆子了。采摘回来，绿豆有野绿到野绿豆就是豆子的祖先。那么，类似于什么蚕豆、豌豆，那都是人为的去授粉，产生了以后，我们保留种子。你不保留种子，它又归于原籍，它自己本身没有人，它也能出现这种状态，极特殊的状态，但是会基于演进。啊，大家如果去观察大自然，潜心大自然，好好用去组织个团队，因为可以范围广嘛，就会发现这样的现象、这样的事实、这样的真相啊，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呢，人类啊，出来豌豆啊。蚕豆啊，那个大豆、大的豆子，包括今天的黄豆，那黄豆原来小，我们再去叫它进行类似于黄豆之间的杂交，再跟其他地杂交，忽然就出现这么一个种子。所以现在说转基因黄豆，它也是生命力弱的，你种子丰产大，那它肯定生命力弱，甚至于失去了生命力，这点都很，因为你走到了物种的人为引导物种的边界，本来自然界当中很少出现的所谓的自然法则。你出现是出现，但是你在整个生命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你就是昙花一现，你经历不过多久你就完了，你生存不下去，因为你环境你大个了吧，你自然其他的能力就差，要平衡的，要平等的，所以呢就不会出现啊，我们人类出现这些粮食，因为有人类的存在给它提供了特殊的温度环境。哎，使它的种子能保存下来，我们在它生长、发芽、生长过程当中，再给予一定的帮助。甚至于草它都抵抗不了，它争养分、争水分、争阳光都争不过草的。那粮食就是这么弱嘛，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加工、要除草、要打药，那虫子也吃的。所以呢，这都是那都是杂交，我们叫杂交，其实就是转基因，其实就是进行基因的改变。那基因改变是什么？就是这个条。你比如说豆子。打一个比方说，就是黄豆现在是焦点嘛。说豆子两条成锁一样，这是原始黄豆，没转基因的。我们认为，其实它已经是转基因来的。那么说啊，它这长度相近啊，不一定绝对相等，相近，但是差大了也不行。所以有的大到什么，就是说所谓人类最初定义的这个染色体啊，少一对儿啊都可以。但是呢，少一对儿都可以的物种非常的少。因为他没就下一代绝对没生育能力。如果你少半对儿，就是少半截儿，啊，那还有生育能力。你无子细化就走到头了，无子细化就是这样，它这个染色体不一样。你再去给人家准备，给其他的灵魂准备，从你这继承所谓传递下来的 DNA，拿到图纸，你设计就是个错的，施工更没法施工，所以呢，长不成子儿，你的胚胎都行不成，所以没子儿啊。那就省出能量来长个儿嘛，啊，这是说西瓜，大家有无籽西瓜知道，无籽的东西也很多，本来有籽的无籽葡萄啊都一样，通通都是都这都是，所以呢，现在的说转基因公司它卖的是种子，你这个大葡萄那无籽葡萄会你没法弄，你说高产的玉米，那当然玉米粒儿挺大，生很丰产，你第二年再去种那个东西，它就不行了，因为它生育能力，甚至呢它也会长。可能只长蜘蛛，不会形成种子了，因为我没法给你合成。你这个图纸只是把这个身体能造出来，你说再去生产种子，这个程序没了，我没法去执行。就是灵魂就受到困扰了，进去的灵魂它只能给你长一个蜘蛛，所以种子有种子可能也会小，产量就会低，所以它不可以延续的。所以种子公司也都明白这个事儿啊。当然了，他是明白这个结果究竟原因，他也不清楚，因为他也就是这么来的，反正下一代就不行了。我研究了对应的啊，它反正这一种跟那一种杂交了出来了，出来这个种子第二年就能丰产，所以它就会卖高价钱。那你拿回这个种子，你都一年丰产，那我留种子和传统上我再留种，它肯定也高产，那我们就错了。所以我们必须依赖种子公司，这也就是反
经营食品的啊人的这个说法，确确实实它会影响生育率。所以呢，反经营食品的人说啊，我们人吃了，我们也会断子绝孙，哎，那是两码事。后面我再跟大家讲，其实这里都要讲的东西太多啊，我尽快的讲，尽量缩短吧，这都半个多小时了，我有45分钟了。就是说，这个东西呢，那就是这样，直接要大家去理解。这个所有现在的大部分的粮食，可以说99%的粮食，水果啊，水果也是如此啊，那水果有水果的原理一样啊，那么都是转基因来的，就是杂交来的。当然这个转基因不是说我们基因编辑啊，基因编辑是做不到的。说基因我们剪断了可以，我们再塞上一段有机物啊，它就自己粘一块去了，那需要无中生有把它发生化学反应才能连接到一块的。所以呢，就相当于说你牛身上切个洞，那一块猪肉上去它自己就连上去了，那都有灵魂一连，就那样牛的灵魂猪的灵魂它也连不上啊，那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呢，做不到，有好多东西灵魂都做不到，因为你基因差别太大，我就给你连不到一块去，因为你设计图纸就是错的，设计错误，这就是规则使然啊。当然了，详细的来讲，我希望大家能够印证到啊，这是第一方，这一个方面。那么后面我们要跟大家讲食物，食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打造自己身体，自己身体呢从一个细胞打造起来的，某种程度上就需要血液，能够溶于水的东西。血液里头主要成分就是糖和氨基酸，而打造身体的主要这个材料呢就是氨基酸，氨基酸合成蛋白质嘛，当然也加于这个。脂啊，脂进行所谓合一，所以我们蛋白质其实身体里头的普通蛋白质也多多少少的有糖的啊，有氧的，都一样的。所以呢，那就需要这些东西，这就是所谓的营养。那营养是哪来的？我们吃粮食，粮食呢到我们身体内经过这个泡消化液的浸泡进行分解，分解以后溶于水的物质通过我们的吸收系统进入血液，血液再去重新打造蛋白质，包括打造 DNA 基因。那么这一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 DNA。 我们吃进这个食物啊，植物的这个植物的种子啊，你动物的肯定还多啊，动物的我们要吃动物的细胞，那么 DNA 的结构更多的，那植物的 DNA 结构少啊，种子里头的那个 DNA 结构少，它也有啊，它有个胚胎嘛在里头，甚至那个皮儿也是有所谓的那个细胞构成，它要给它造一个皮儿嘛，把它兜起来嘛，哎，把这些营养，所以呢那里头都有 DNA 的。那 DNA 进来那也是普通的，严格意义上讲形成的蛋白质经过我们这种常温下的我们人体的这个消化道啊，很难把它打碎打到细小到能够溶于水形成打碎成氨基酸。这需要所谓的烹饪，高温分解，我们要煮粥，要煮，哈哈。那么当然了，那个粥煮里面主要是蛋粉和淀粉和就是糖，那么所以叫植物蛋白呢很少，就是皮儿里头才有啊，不是皮儿里头就没了啊，都一样，因为那皮儿是新的灵魂新的生命啊，分裂出来的制造出来的，所以里面是把它合成了蛋白质，那个都是很难去分解成蛋白质的，就是蛋白质再去打碎了，通过消化，所以通过高温熬制可以，因为你老高温嘛，就性辐射嘛，就是物理性打断。当然了，物理性打断有可能形成就是氨基酸，那我们再用这个氨基酸去打造我们身体的蛋白质架构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哪怕里面有 DNA 的那个双锁，整条 DNA 如果不能被打断，我们身体吸收不了，分子太大，它不溶于水，所以呢 DNA 是不溶于水的，溶于水那么血液来了不都冲垮了吗，那都不能接触氧的，所以呢我们吸收进去了 DNA， 所以你放心，那个 DNA 上的信息跟我们自己的信息是相矛盾的，植物的跟我们就差得远了，所以我们不可能拿现成的 DNA 来做我们的 DNA， 不可能，我们 DNA 是一个一个做的，不是成条的拿来，那叫投机取巧，做不到，规则不允许，你也进不来，你不溶于水啊，不溶于水怎么能经过肠道吸收进身体呢？你只要能溶于水，你原来的信息都已经完了，某种程度上讲就叫被格式化了，
你可以用它去再打造新的 DNA， 但是你原来的信息进不去，影响不了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繁殖原理，生命传递原理，你就影响不到后代，影响不到其他的灵魂，其他的生命，就是个营养。你只要有糖有氨基酸啊，有所谓的有其他的有机物，当然介于其中的，我们其实我们叫糖氨基酸，我是借用大家这种，其实就是一些有机味有机物，那有几百种的，几百类的，所以呢你用那个再去打造吗？打造自己的身体，已经被格式化了的，就中性的，不携带任何有毒，当然有毒，确实有毒，我们生物当中是食物都有毒，我跟大家也讲过，今天也在家跟在这跟大家强调一下，所谓的毒就是跟阳在常温我们体温的状态下，不需要无中生有产生中微子或者正反微子，正反微子特殊情况下再用去加速电子的运转速度，使电子是膨胀分子，这个原子膨胀，给原子核分子核创造机会进行结合，不需要这个就爆炸就燃烧，所以那就叫毒啊，它不受控制。所以我们中毒通常是肺，我在生命的原理都跟大家讲了，肺中毒，我们人类中毒就是吸收进静脉里头，因为静脉里头缺氧啊，到了肺静脉血看到氧了，跟氧直接就发生爆炸，发生反应就把肺炸出血，所以中毒的人，中毒而死人一定七窍出血，因为肺跟我们七窍啊，眼耳鼻舌啊，嘴呀、啊，连着的，因为你肺不点火就爆炸了，因为通常我们要去点火，这才是好东西，才能完成我们的意念、意愿和想法。我们通过点火顺序，通过控制点火来控制我们的动作嘛。你结果不受控制，就叫毒。所以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以前也都唠叨了，今天再唠叨一遍啊，没办法，毒是什么？在常温下不点火就爆炸，遇见氧就燃烧，不受控制就叫毒。或者是说再怎么点火点不着那也是毒，我叫你想叫你爆炸，你不是我们会产生痉挛吗？当然痉挛原因很多啊，这其中之一就是我怎么点不着，我想叫它动它动不了了，所以我们就正在那儿了，被什么抽筋了啊，就是这个样。所以呢说这个东西呢我们吸收的是这个东西，不需要有毒，都有毒，或多或少都有毒啊。所以现在一些所谓啊研究食物的啊科学家就说我们这个抗药啊抗虫，当然了有些东西是抗虫，当一个有植物抗虫的时候，它的种子里头毒性也大。那虫子那么小是要它命的，那我们不会被它要命，但是我们会受到损害。啊，这从这一点上来讲，你说反对转基因的还有点靠点谱，但是这种东西通常研究出来能做到这样，那个虫子都不去吃的，那概率啊几乎不存在。理论上是有，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现实当中可能碰巧会有那么一次两次，但是基本上就是不存在。你想那么做做不到，一个蜘蛛两个蜘蛛可能有，你说成片的做不到。你有一些树木它本身就有毒性，其实我们有好东西不能吃，因为我们吃了以后常温下它会分解出一些东西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那是植物本身有毒，它不是基因的问题，因为它的那个有机物啊能分解出这种东西来，所以跟这个基因是没关系的。所以我们啊就食物啊就是食物啊，进来以后跟原来他那个信息条是啥意思，误导我们误导不了，因为他已经被格式化了，全部被打碎了，形成最基本的单位了，就相当于我们建了一个楼，那个原来砖是排的那样的房型，难道我们再建房子用那个砖建房子还会建成原来房型吗？因为我们能拿来用的砖已经都清理的干净了，和那个新砖是一样了，那不是啊整堵墙搬来，哼，那做不到的。所以呢这个食物是转基因食品对我们人类造成伤害其实做不到，想被它伤害都不可能，哎，吸收不进来，这个规则啊这个设计生命的设计结构啊就这么来的。这是说从理论上从不深的理论啊真相上去跟大家讲的，其实我们有基本的逻辑，
也能够认识到啊，说这个转基因，所谓的转基因食品，我们今天说转基因食品就是人类能够编辑啊，那不可能。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也跟有的视频跟他讲，只要有人告诉你他能编辑基因，绝对是撒谎，胡说八道。谁能编辑基因？只有神明、神灵、灵魂能够编辑基因，但是呢，也是有限的，也要一级一传承来的，不是一个灵魂一次就变了，你那很小的，并且前提是你要做成了这一类，你才能够去多多少少的编辑。这当然了，生命的原理啊，那个更深的东西，我在这只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啊，你说靠我们现在的医疗设备去编辑基因，纯扯，那绝对是撒谎骗人。我们人类编辑不了基因，别说编辑基因了，好多东西都办不到的啊。我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免得要人家去说我们攻击谁，人家那也是混碗饭吃，人家的选择嘛，我们尊重，但是不是说他做的就对啊，我们尊重他至高无上、不可被剥夺的那么做的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说他那么选择就对啊，这一个我跟大家都讲讲包容了，就说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简单的，我说基本的逻辑怎么说呢？就是所谓的转基因。好，就算是这个转基因，特别是大豆，现在说原来的大豆不再有原来大豆味了，因为它变了嘛。基因是变化，我们有意的引导了一部分，但是它还是大豆啊，不是大豆味，但它成分还是大豆啊。好，那我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我们问问自己，转基因的大豆和没转基因大豆啊，当然我前面抛开我前面说的，说所有的我们现在的粮食、食物都是转基因来的，人为这个杂交来的，人为提供特殊环境来的，没有了人类这些东西都消失了。好，前提是你说你认为的那个没转基因的大豆和你认为的那个转基因的大豆之间，我承认基因有差别，肯定有差别。我已经讲了，就是你不转基因，它都差别；不杂交，它都有差别。好，有差别，那么这有一个差别的大小吧，就是没转基因的大豆的基因和转基因的大豆的基因之间的差别，与不管是你是转基因的大豆还是不转基因的大豆的基因与水稻之间基因的差别，哪个大呢？肯定是。转不转基因的大豆的基因跟水稻之间的基因的差别大于大豆转基因大豆和不转基因大豆之间的基因的差别很明显，因为它还是大豆啊，它们的基因更接近啊。你大豆和水稻那已经跨种类了，尽管是它们之间可能也是有99%的相似度，但是呢，它同类大豆里头那99.999%的相似度啊。那肯定是豆子、黄豆和大米之间的基因大。那么我们难道吃黄豆再去吃大米，我们就会受到伤害，我们就会失去生育能力，我们就会那个样子、这个样子，受转基因的影响？很显然的道理嘛，我们照吃大豆该吃吃，水稻该吃吃，玉米该吃吃啊，小麦该吃吃。那还吃水果，那变化更大，木本和草本之间的区别了。所以那都不能伤害到我们了吗？我们就是很简单逻辑，我们不需要我刚才给他讲的一大套那所谓的理论那种真相，那讲的不深不浅的难以理解的那些东西，就很简单的逻辑。那伤害到我们了吗？那我们就只能吃大豆了，不能吃那个稻子，吃稻子不啊，那个基因差别这么大，转基因了，基因变化了。所以这转基因，什么叫转基因？我说叫杂交，基因变化。其实别人说转基因是什么，叫人为的置入一些说有害的东西，什么抗虫。我刚才都讲了，基本上做不到，那都是些噱头。为了卖好种子，为了如何如何一定的利益，反正大家都不懂嘛。所以呢，就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它怎么可能呢？很简单的，不需要什么高深的道理，最基本的逻辑。其实类似的东西很多，我们只要去认真的去思考、去对照、去比较，一切都会水落石出。这个世界没那么复杂，就看我们是不是能够站到公正、公平的立场上去，平等的看待这一切，认真的去追求。
其实有什么好争论的？真正的就这么你讲了一下，大家都清楚了，就不争论了。为什么争论呢？哼，我说有的呢，大部分吧是不懂装懂，又觉得自己懂，而自己呢任意门，只认的那个人都倔强，也都自以为聪明，人人都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人人都处在这个世界的中心，是只一己。这个世界只有两部分，己以外就是他。我这个己是世界的中心，我当然是观察角度最全面，我最正确嘛。所以人都固执，都觉得自己最聪明，别人都傻。所以你正确的可以没问题，你错误的呢，那就各个角度有各个不同的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并且是绝对的，摆脱不了自己的位置的限制。可以说，也就是说，摆脱不了自私，你就认知就有限，就受到障碍啊！当然，这是生命原理。今天也暂时题外话，我也是啊，讲这个也想跟真的想跟大家分享的也非常的多。其实呢，就是这样的，转基因有啥呢？所以我也在这跟大家讲，转基因就放心的吃，就是个食物。食物都有毒，你说有毒都有毒，但是毒性大小而已。如果食物没有毒了，我们这个身体永远健康，都不会死了，也不会老化了，对不对？所以呢，这其实呢，就是一切呢，就是相辅相成，相生相克，有好就有弊，对不对？你不能光得好处不得那个什么，它本身就是这么来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你不能。你光追求平衡可以啊，那就不在这个空间里头了。那么这是一个转基因食品啊，跟大家要分享的东西吧。那么这也是有朋友说啊，你讲一讲。我本来呢，寻思着因为太复杂了，要讲的太多，我这也没有什么准备，想到哪讲到哪，可能有遗漏啊，有可能我想强调的。也顺着我这个没有这个脉络方向的这个分享吧，那漏掉了，那么以后有机会有漏掉的，那么再讨论。我也觉得已经讲的算是透彻了，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我讲了溜啰嗦一个多小时。好，那么关于这个转基因食品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